就来一个，一共要两份儿吧，是吧？一人一个，尝尝喽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我们现在又开始来吃早餐了。今天早上我们的早餐吃的是什么呢？是在这个山打根渔船街的26号，是26号吧？B26。B26吃这个弹弓面。为什么叫弹弓面呢？就是说它的面很弹，嗯，啊，所以他们叫弹弓面，但是我习惯性念弹弓面。然后，照旧的，我们是要了干的和湿的。啊，不是干的和汤的，我这个是汤的呢，就是9块钱一份，嗯，9块半，9块半里面有拉拉，然后两只虾，还有苏冬，嗯，这个干的就稍微贵一点了，因为它料特别的多，配的汤里面，这就是这一碗面啊，有加这个汤是吧？超大的虾，嗯，苏冬，然后还有应该是斑鱼吧，嗯，我也不懂是什么鱼了，嗯，总之很多的料，嗯。然后照旧还是叫了一个鱼腐和虾腐，因为鱼腐和虾腐在山打根这边吃的也很多嘛。对呀，啊，加上鱼丸的这个汤，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了是吧？嗯，也是16块半。嗯，哦，真的是太划算了，天哪，全是海鲜。嗯，哎，又来，我以为这个是斑鱼，嗯，结果还不是，刚才我们的那个司机跟我讲说是叫马迪鱼，不懂是马来文还是什么，叫白鱼。白鱼啊，有懂的观众。看起来很像斑鱼哈。啊，但这个口感不是斑鱼的口感。哦，是吧？我觉得有点像马鲛鱼的口感。马鲛鱼啊？嗯，啊，也有可能是马鲛鱼，读起来马迪鱼啊，也有可能吧，啊，不知道是什么了，管它了。然后刚才还跟旁边那个安婷买了一份烧麦，多少钱？这个4.5块。4.5啊？嗯，三位啊。这个面我刚才已经吃过了，嗯，真的是弹弓面，这面真的是很好吃。这个面有没有碱水味啊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嗯，这个面很像是我们北方人做的手擀面的那种感觉。哦，手擀面就是很有劲道，嗯，然后很有面的感觉，然后还很有那个韧度，对吧？啊，很有那个韧度，就是我喜欢吃这种面，嗯，虽然它是黄颜色，但是它没有碱味道。我觉得东马的面比较好吃，我是不喜欢吃西马的面啊。而且我觉得这个面应该干捞才会更好吃一下，是吧？嗯，我给你要的干捞的，算了，咱俩换换吧，我要这样，你吃汤的吧。好的，嗯，你咋是不要脸呢？这是我的。对，干捞的好吃，好香哦。真是个洁癖人，还自带餐盒啊。我们这一餐吧已经吃完了，一共花费了多少钱呢？是107块令吉，嗯，是我们6个人的，然后呢还有饮料啊什么的，就是又是一个海鲜小餐。刚才我就问我们的司机，我说你们山打根这边的人基本上我觉得一整天都在吃海鲜。哎，对啊，你看他们早餐就是说无论是你吃皮蛋饺也好，弹弓面也好，还有什么其他鱼丸面，都是一大堆的海鲜的，嗯，虽然不是海鲜大餐，对吧？对，啊，然后中午我相信一定也是，然后晚上吃那个什么海鲜肉骨茶。对，哦，就这样的吃真的 OK 吗？他们常年生活在这里，他吃海鲜已经习惯了，就相当于吃猪肉一样，你知道吧？你我也是海边长大的呀。啊，没有他们吃的那么，要么就是因为我这两年饮食比较健康了还是怎么，反正我是不行，我已经有一点腹泻了，你知道吗？海鲜吃腹泻了是吧？吃太多了。因为每天晚上去吃一顿海鲜大餐，早上中午，哎，我现在突然发觉我们在雅痞住的那几天，住在万豪，我每天都要吐槽他的早餐巨差无比，但我现在觉得还挺好，健康，最起码他有很多的青菜呀水果呀，每天早上给我补充，麦片什么的也有，非常平衡是吧？对对 对， 对， 对啊，你这里就是只有海鲜做选择是不是啊？ OK， 这个道理，我们这一餐结束之后就赶往机场了。我们今天是先从山打根飞雅庇，嗯，然后呢晚上从雅庇就飞回吉隆坡了啊。我们的航班是12:20的，嗯，刚刚小孩问我说，妈，我们几点飞机几点飞，我说正常来说是12:20，嗯，不正常的话应该是晚一个小时，1:20，基本上就是晚一个小时。我小孩就说，你不是应该说正常是1:20，不正常是12:20吗？哎，搞不懂这个亚航是每次都晚一，就是每次都晚一个小时。哎，我碰上，真的很准时啊，很准时，真的很准时啊。好了，OK，拜拜。不是，我最后说一下哈，我说这个弹弓面。我的感觉是它的分量实在是太大了，哦，撑死了，本身你就有这么多海鲜了，面少放点好了，对不对啊？我觉得这一份应该是2个人吃，
对不对啊？对，其实我们可以要一份干捞的，对对对，它那个汤。你得给观众提个醒，就是说不是大肚汉的话，最好两个人每点一份这个干捞的，这干捞绝对已经是太大量了，因为它干捞是16.5块嘛，对对吧？就是那个汤的是9块多，我觉得是要干捞的会比较划算，就要一个人啊，不是两个人要一份就行，而最关键的是它的汤太好喝了。那么大的虾怎么能吃得完？光吃这个虾就已经吃饱了啊！真的就吃饱了，而且它的汤特别好喝。非常赞同啊！蓝胖子就不停在喝汤，他说你这么爱喝汤人，今天怎么不喝汤？我说我喝了呀，可是我不敢多喝，我等一下去机场，我不停的上厕所怎么办？啊，你都喝拉稀了是吧？我都喝便秘了。你关掉吧，关掉了要走了呀。小孩说他挖屎是为了挖坑，为了上厕所。哎，刚才说不是一个猴子吗？哪去了？哪一个？对，刚才在这儿跑掉了。看到熊跑掉了，这熊好小，是熊吧？所谓的墨是熊墨。你看啊，他在找虫子，他要吃。他吃虫子啊？嗯。对吧？原始雨林啊，这得有上百年。嗯，不止吧？嗯，树它肯定成精了，我觉得。这个猩猩的姿势很性感，你给发觉，好可爱啊！东西多呗。啊，是猴子，那是野生猴子。这边是猴子，这是不是就是长鼻猴？这不是长鼻猴，那就是普通的猴子。哎，好可爱哈！可爱可爱，你熊可爱多了。他把他们吓走了，你看见了？啊，看见了。他个头毕竟大嘛。啊。不一样啊。看见吗？看到就是一个小猴子，就是连滚带爬的逃走了。拍到了呀！你看那个坏蛋，你看他又上来，他又蹦上来了。哎，你看走起来很滑稽啊，是吗？孩子怎么不见了？